爱智文具房地址：彰化市长安街76巷7号，营业时间：星期三 till 的12:30到19:00，星期六日12:00到20:00。店家 FB， 仅按我爱智文具房的店名是两位年轻的老板娘的阿妈的名字。两位老板娘有一段时间是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，奶奶教导了很多待人处事。店名的由来好暖心，彰化除了咖啡馆，然后有独立书店了。如果像台南再多点特色民宿就更赞了，年轻人注入在地新思维和经营模式，吸引更多人潮来当地。爱智文具房不大，而且躲在小巷子里面，但是却很有魅力的让大家着迷渗入哦。我进去就忍不住下手了，文青控的人荷包会大大的破洞哦。 Tilda， 里面我拍的不多，因为很多人在逛，加上地方不大，我不太好意思一直拍 Tilda。 哇 Tilda 还有特辑耶，奇怪我怎么提了东西出来了。要当文青是要付出一点代价的，四张明信片和两张包装纸，一共550元。天啊 Tilda， 其中的晚安梦到我在快去大饭店有看到，那时候就蛮喜欢的，这次一看到就忍不住买了。还有可爱的有吐司，有才逛完可以顺便到隔壁的红叶石去喝杯咖啡吃个小点心。我还是走到这边才知道就在红叶石去隔壁，坐火车来的人也很方便。周围蛮多美食小吃咖啡馆的，逛逛爱智文具房再去喝杯咖啡，附近有端倪生活也可以去吃吃。双麒麟彰化慢慢在改变，期待有更多更不错的店家来分享。 Tilda， 火车站前方的华南银行对面有元城百货，行旁边巷子进去就会看到 Tilda， 也可以从火车站对面巷子，也就是摩斯汉堡跟车本家中间巷子进来，最直接到爱智文具房的一条路。 Tilda， 蓝色骑士 IGBLU119CHESE。